哇塞，哇哇，三国鼎立啊！几根金胡萝卜啊？一根可以酿三罐。你可以回来教我。好啊。P P， 我们之前不是带做一个冒冒就有呼吸了吗？对啊。可是忘记怎么做了。要鳞片啊，那个美人鱼。他一副有听没懂的样子。好。好屁好。不你先最上面放疙瘩，然后放三罐药水。空的，要先捞水，对不对？对，要先捞水。好，这个、就是、其实我真的不太，真的超级不会使用。酿造台，没关系，我跟你稍微说一下。其实酿造台呢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淀粉放上去启动它，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放三罐水上去，然后放地狱疙瘩，让它变成基础药水。对，它一定要变成基础药水才可以酿别的东西，就是你现在点开来看这样子。哦、对，那基础药水出来之后，就可以针对你要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它这样有开始酿了吗？啊，已经酿好了，已经酿好了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再酿它。哎，这啊，放回去，基础药水放回去。接下来就是你要酿的东西，看你要先放金胡萝卜还是对，这样放上去就可以酿成药水了。所以淀粉是 要用来干嘛的？淀粉是用来启动裂那，淀粉是用来启动酿造台的。银石粉是可以增加它的药水等级。然后就哆瑞咪嗦。哎、欸，对。我正想要今天看的说啊，看屁屁哦。啊你要我呀？你刚是说看屁屁吗？叹屁气，你怎么可以听得这么歪呢？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叹屁气哦，你才看屁屁啦！对啊，不是看屁屁吗？我怎么听都是看屁屁啊！我说叹屁气，你听太歪了吧？屁气是什么？叹什么气？叹屁气哦！叹屁屁，白痴，好白痴啊！我的天哪！这就，就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就是，哎呦，哎。中毒我哎、欸、哇！中毒你怎么了？我被那个癫不是癫神啊，我被那个巫婆丢药水了。哎、欸，屁孩，对、欸，你要不要让你的龙跟我的龙交配？虽然听起来很好像没有材料了，所以他直接假装没听到。可以下蛋呢、欸，可以下蛋啊！我们可以养更多龙哎、欸，你不要吗？这个材料假装继续，耐久快没了。整个不想要理你耶、欸，好好笑、喔。不是，可是真的可以繁殖啊，不好吗？水龙头。水龙头。等一下，所以那个装备就这样没毛病啊，真的是水龙头啊。是啊是啊，水龙的鳞片做出来的头盔，水龙头啊！你妈是水龙头、啊？没毛病、啊。咬它，咬它，咬它！等一下，水龙头。他好开心哦！完蛋了，你戳到他的笑点了，他要开心了。我没这种想法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把水龙头戴在头上？那、啊、就好水啊！真的好 happy 哦！真的。等一下 ，happy 啊 ，happy 啊！上面要先放什么？那如果水龙头快坏掉了怎么办？修啊！要你的命！水龙头快坏掉了，不是要赶快贴那个防水的胶布吗？你妈才防水胶布了！水龙头！为什么可以这么高兴？我也好想要。好高兴啊！我也好想要这么高兴哦！干嘛啦？开心心。你好高兴哦！真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哀怨？他很高兴，为什么你要哀怨？因为他可以好高兴、喔。你要不要让你的龙跟我龙下蛋啊？食物快不够了，还有，我记得真的有西瓜，我去找一下，我去看看。你帮我长西瓜好不好？你要西瓜干嘛？还是真的把南瓜想成西瓜啦？没有啊，就可以做精灵汤啊。我的龙四阶了，不是啊，要成长五位，要有材料啊。有观众在那边说要成长五啊，哎、欸，其实成长四就已经有点挡视线了、欸，哎，成长五真的太大了啦。其实还好啦，我觉得。我刚讲什么？成长四好大哦，五也好大哦。哎、欸，死了，哼啊，北七了。
打屁打！你闻一下，哪里有虫蜜的味道？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那我走了。你们两个怎么在这么热闹？一个在冰冰凉凉的，一个在哇塞哇塞。是没扣血啦，可是好可怕、啊，他这样一直撞，我也会怕、啊。没扣血是谁？啊，不是啊，刚刚那个水里的鱼就跳起来打我啊。水里的暴鲤龙。对啊，暴鲤龙啊。法师，你去哪里了？哦，看到了。我在看他的尾巴。哦呦，哎、欸，有一只火龙在朝我射方块。好。妈，他是找死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是我找死。不要。你也知道。哎呦。哎、欸。可是他就这样朝我射了一发，哎、欸，输人不输阵啊。好。好，他就这样朝我射了一发，我觉得不行啊！他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啊？告诉你，谁才是地痞啊？有点难懂。哎、欸，还杀羊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主张正义。啊，北七，等一下，我要按到驯服他。哎、欸，可是下降，我每次打龙真的都太紧张了。你还敢呛我们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这样还呛我们？我哪有呛你们了、啊？我要主张正义啊！带路好了。我带路干嘛？哦、oh, ，shit！ 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被那只火龙 A 中一下。要干嘛？我们要去哪里玩？我在跟龙队打啦。好。可是那只龙又不见了，我只要一飞起来，它视线就都不见了、啊。这边会有西瓜吗？应该不会吧。这边干成这样。对啊。哦、在那边，在那边。这有很多那个花哎、欸，要收集一点吗？机会。有，在那边哦。哇塞！哇哇！三国鼎立啊！三国鼎立，看来他那里不是我空中遇到两只火龙啊！那冲刺神可以完成三国，太厉害了！哎哎哎，哇！哎、欸，我在空中干死一只龙了，那只绿的来过来。刘备被打下来了，对，刘备被打下来了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哇哦，过来过来！哎、欸，他现在在跟我对打，我没扣血，没扣血，还没扣血。加油！等一下，我的龙不会陨落吧？哎、欸，有龙骨。为什么要帮人家立旗呢？对，等一下，我又按到 shift 啊！龙呢？龙呢？哎、欸，那是被我杀死的龙嘞！我没有进去治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伸张正义的那一只死掉的龙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又活过来了、啊？他又活过来是怎样？你慢点伸张正义啊！等下不是又有一只龙啊？怎么那么多只火龙啊？哇哦！哎、欸，他是死掉的啦！我又在编人家诗哎、欸！你们要来捡这只火龙的吗？你拿、啊？可是我现在东西满了、欸。不用了啦。刚那只绿龙不见了啦，我就一个不小心按到 shift， 它就不见了。回来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哎、欸，龙下来就不会受伤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我刚摔那么多次居然没死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我烤美人鱼三只、啊、哇！它真的是烤的很开心、欸。我们要鳞片啊。对你，对你，你烤可以，可是可以顺便下去捡一下鳞片吗？哇塞，我还要，然后我们你烧死了，我们就没片片拿了。哦，好，片片，好吧。知名是矿主，开台要片片。你再拿一些片片回来啊！这样我还要刻意去给它吸住哦，我都已经知道它会吸我了，我还要给它吸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它们有点可怜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你现在讲话会有歌声飘过来，我们会不会一起被吸走啊？不会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有点可怜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是都趴在那个美人鱼的小岛上吗？我以为他说我们呢、欸，没有那么坏吧？一直把他当，我一直以为他说我们可怜。不是，他不是都在那个美人鱼小岛上，然后就整个小岛被烤人家，小岛被我弄的都是火，他们要攻击我，还要爬过那个火堆，真的好可怜哦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要霸凌人家？你为什么要人家的命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其实我发现我这样用龙跟龙打架也不是什么好事哎、欸，因为一边射火就算了，现在两边一起射哎、欸，你觉得才意识到吗？不是啊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，我也是为了，哇，哇操，哇操，很强，很快，怎么了？等一下啊，我的龙嘞，哎、欸，我在空中被美人鱼吸走，然后我的龙不知道直接去哪里了哎、欸，哦，在水上，它也被另外一条吸走了吧？龙的浮力挺高的嘛。什么龙的浮力挺身很厉害？不是，因为我在海上被它吸走，然后龙直接坠在海上，可是它在海上不会沉下去、欸。你这样直接不行了。这里就是比较 shit， 哇塞，哎、欸，他们真的很过分呢、欸。你要不要买空气净化机？前面又在烧了耶。你又是有，要、欸、你唱歌唱。他的歌传过来了。不是啦，他们都会直接强制把我从龙上面拉下来、欸，哎。
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